相机。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些厉害的古典相机，让大家知道。那这些东西呢，是平常你们在外面是找不到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请黄先生，收藏专家，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每一台相机。黄先生，你好。你好。那我想先问一下，你收集这些相机大概多久了？大概有40年。40年。所以那一开始是为什么会想要就是接触底片机呢？我想这有好几个理由啦。好几个理由。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家以前有经营过照相馆。一开始是相馆。对，那早期的时候经营照相馆好像是比较一个先进的行业的，感觉上的，所以那时候就对这个相机呢是蛮有兴趣的，所以才开始收集。对对对对对，有这个渊源的，而且对机械的东西我本人也很喜欢，去研究它或者去动手去试试它，看它的功能怎么样啊，看它会怎么样的运动啊，等等的。那你记得你第一台收集的相机是谁吗？我想应该这么讲了，应该忘记了，忘记了，太多了，忘记了，因为太不是也不是太多，因为当初很早。在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就有在拍照啊干什么，那时候都是这种传统的相机。对。好，那时候就开始有在拍照，所以说到底哪一台是我的第一台，我想现在回想起来也很难去判定说哪一台是我的第一台入手的第一台相机。等回过神来已经收集了这么多了。也是了。那你自己除了现场带来的这些啊，有没有家里还有多少？收集了多少台？总共大概隆隆总总大概有200台左右。200台。200台很多哎。还好啦，因为经过40年嘛，哈。对。如果是40年的话，我想200台也不多，也不算多了。了解。那我们等一下会来一一的介绍。如果网友啊有各种问题，都可以赶快留言告诉我们哦、喔。那我们先从第一台底片机它是什么样的原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通常都是在用数位相机，那数位相机，我觉得现在年轻的朋友应该不会有玩到底片机的机会。对，那它的原理是怎么样呢？我想这样子的哈，照相机大概真的讲大概历史大概150年左右了，这么久了，大概150年前才有。人发明真正可以拍照的照相机，那木质的相机了。对。那到现在150年。一开始是木头制的。对。那这当中呢，我想进步并不多了哈，只是它底片的方式有所不一样。有改变。那我现在把我手边有收集到的这些底片呢，那么先从底片开始先讲。好啊，我们先从。那么今天主要我带来这些相机呢是比较有趣味性的，比较有趣的。因为今天我接到这个通告，我是觉得这个相当冷门的东西啦。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碰不太到。对，而且好像对一般人来讲啊，这种相机要去接触，我想因为不实用了，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实用了哈。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嘛，对，要照相变得很方便。对啊，那以前不是这样子，所以说一般人现在接触这种东西的机会是比较少。而且我有试过在我们那个新店地区的这个Facebook 这个社团上面PO过。有600多个人来跟我按赞，结果没有一个同好。因为大家都觉得很有趣，可是大家都碰不到。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是一个机会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好，看如果真的有兴趣的朋友呢，看到这个节目呢，那么可以进来了啊，跟我们来做讨论，聊一聊。那我刚才首先呢，我想介绍一下这个底片。好，那么我手边呢，这个有比较久的呢，这个底片呢，哇，都是黑白的。这个当然是黑白了哈，它这个底片呢是以前最早期的是一个玻璃板，就是说它一张呢上面有那个锈化银。锈化银。对对对，那经过那个曝光以后呢，这是一张。对，经过曝光以后呢，会在看得到吗？这个应该看不到了哈。啊，有一点影像出来的，对对对对对，就像这样子。早期是这样一个。那感光以后呢？对对对，经过那个冲片的手续呢，
啊，冲片以后呢，再去把它印成相片，因为这个是黑白刚好是相反的。对。那这个以前的拍照，大家想想看，如果这个要带十片、二十片出去，这个重量就不得了。对啊，而且很容易受伤。对对对对 对, 對、嗯。那么后来呢，是稍微进步一点的，就把这个呢，啊，放在那个啊胶卷，就是现在比较容易看得到的。对对对对对。那么我这边有大概有带来有几种的胶卷的，大概我们可能如果大概现在年纪稍微比较长一点的，大概我看五十岁以上的人，大概以前也有应该也有接触过了哈。像这种就叫120的底片，120的底片，对对对，比如说上面这个数字，它所谓120呢，就是说它可以拍呢啊，大概是就是说六公分乘4.5公分，六公分乘六公分，我们给镜头看一下，还有六公分呢，乘9公分，这些都是可以的。对对对对对，可以拍这样的，相片出来。尺寸。对对对，那一般的。可是它这样可以拍几张？一般6×6是12张，标准是12张。嗯。那你如果6×4.5的话，大概就变成16张，哦，那如果它还大一点的话，还有6×9。像这种机器的话，可以拍到6×9，6×9的话就大概是8张左右。嗯，哦，大概是容易啊。这个就我们一般通称叫120底片。120的底片。那么再来呢？这个我就有看过了。你年纪太小了。这个就我们一般通称它叫135的底片。135的底片。啊、这个大概就是啊，能够拍36张。嗯。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底片呢，其实说实话，以前来讲呢，这个价钱呢，啊，其实也蛮贵的。当初呢，大概一卷，大概像这柯达的底片呢，大概要卖到啊120块左右。所以在当时，对对对，也算是蛮贵的。对。所以后来呢，有人呢，把一般的可以拍36张的这种照相机呢，把它再切割吗？不是切割，他把它拍成就是1/2。就是原本一张它变成拍成2张，所以那时候呢有一个相当可以说生产数量相当多的这个叫 Olympus， 我想很多人大概都用过这样的相机。嗯，那么它的大家看看哈，像底片的地方，这个底片你看一般的我们以前的相机大概就是这样这种形状的啊，它现在把它切成1/2，所以变成就可以拍72张，就把底片呢，就是说，啊，让它可以拍的比较多张，那大概就成本比较低一点。成本比较低。那当初呢，也做了很多这样子的相机，好像类似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可以拍2张的。Ricoh 的，这个相机也现在呢也有很多人欣赏这样的相机。嗯。那么它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过片方式呢，是用这个。上用手动弹簧，不，以前是都是手动的哈。嗯，像刚才这个呢，来大家看看后面，它上底片的方式呢是这样子转，转到转不动为止呢，就是上好一张新的底片，然后你就可以拍，哦，然后再上第二张。对，那这个呢，它是用这个弹簧的原理呢，把这个弹簧呢上紧以后呢。然后可以连拍，大概一次可以拍六张左右，这么厉害，这个也算一个进步了哈。对，那因为当初这个底片呢是胶卷的情况嘛，所以它变成这边呢有一个力量拉它，嗯，所以你就不用每一次去转底片，它就会自己转好了。这个也算是一个进步了。那个是135的底片，嗯，还有一种110的底片呢，我今天没有带来。那这个是相当特殊的一个110的相机。今天我带来这个，它长得跟别人不太一样哎。对，这个看起来有点怎么讲，就是好像很像摄影机，它不太像照相机。其实它是一个照相机，而且这个是一个单眼的照相机，相当高阶。如果在110，因为110的底片很小，对，底片很小。比较扁吗？不是，就小小的，它一个合适的，就整个盒子装进去。
那么现在因为这个底片我忘记带来，要不然可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底片呢，一般来讲也是拍20张，20张左右。那底片很小，所以它的底片是上在后面这个位置吗？对。那我们可以给镜头看一下。对，它大概就这么扁而已。对，很小。我来把它开开看。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先打开它，就是装底片的位置，让大家来看一下。好，它的底片大概就这么大小。所以拍出来的那个颗粒呢，会非常的粗，因为一般呢都要放大。以前早期呢，大概我们一般生活照片都大概，放大到3×5，或者4×6。4×6。对，所以这个一放大的话，效果都比较好。可是这个相机呢，它，设计的相当啊精密哈，这个算是110里面的那个单眼相机。是啊，另外我今天也带了一个110的相机呢，是这个玛米亚。这好小台哦，很像一开始早期的数位相机的大小。对，可是你可以掂掂看，这个重量是很重的。对啊，它很重哎，因为它整个是金属的，而且这个做工啊、质感啊各方面都相当的不错，所以它也是用比较小的底片。是。那我想，底片呢，我大概呢，讲到这边。好。那我开始来介绍我今天带来这些相机。好啊。第一个开始呢，是这一台。我刚刚有看到你是用组装的方式把它组装起来的。也不是说组装。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它的闪光灯。哦。那么当初呢，设计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都比较原始。这怎么讲呢？这个就是说，你一个闪光灯呢，哦、会，这太酷了！这很像就是在看就是欧美早期的电影，然后有一些记者就用这种闪光灯，是，对。可是这个呢，我相当麻烦。这个灯泡呢，就是单次的，你这灯泡塞进去以后，你闪过一次以后，那灯泡就报废了。所以说这个呢，是怎么讲？就是说成本非常高，对。可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呢，就相当的有趣。对、啊哦、我们现在的眼光回去看这，我们觉得这台很厉害哎，真的是相当有趣。啊，这个是美国的相机。哦。看这个怎么开？啊，这个是可以收纳的。我觉得这台超酷的。啊，这边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的曝光表。早期呢，能够一个相机呢能做到有这样的程度呢，算是一个比较高阶的相机。嗯，那么这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好重哦。对，它很重，这个重量绝对是，这个相机呢有一个外号叫砖头。这台叫砖头。这两个都叫砖头，因为像这种相机啊，你看起来呢就四四方方的。对啊。这个跟美国人的个性有一点像哈。比较古板嘛，粗粗的，对，啊，这两个其实是姐妹机的哈，那个是比较稍微就是高阶一点，这台比较高阶一点，对，比较多功能，啊，这个是比较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的，嗯，其实你做这么大呢，其实它的功能呢也只有一个，就是拍照。那他们两个底片都是用一样的吗？都是这一种135的底片，我刚才给各位看的、這個。比较常看到的。对。啊，可是135的底片可以做到像这个这么小。哦。像这个这么小。啊，可是他一定要做这么大。这个出门带的话，我想是真的是。很不方便、啊。非常不方便。那这台也可以装它的快门，那个闪光灯吗？也可以。所以是共用的。对，它这个闪光灯设计呢，它这边有两个插孔。对。那个拆下来以后就。也可以给它用。也可以给它用。哦，不愧是姐妹机。好。那我们接下来。那么再下来这一个呢？这个也是相当精的，这个叫贝雷塔。那么这个是德国的相机，那这个相机呢？我特别欣赏它的。我刚才有提到，关于这个底片啊，底片的过片方式呢，要怎么？每个人的设计，对，每个人概念不一样。这一个的设计呢，也是
在相机里面呢也算是很特别的一个哈。它过片的方式是这样子啦，这样就过完一张了吗？啊，那他就弹回去了。那一次，对，那一次他就过一张底片，好，然后我快门极化以后，可以再过一次。这边就第二次，好。哦。啊，这个相机也相当扎实了哈。这个啊，因为在欧洲嘛哈，他们设计的东西我想都相当的精密。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设计呢，它的这些线条啊，其他各方面呢，你的手感呢非常好。这个应该会比刚刚那两台来得好操作。对对对，比较轻一点点，比较容易就手，对，哦，你拿得很舒服，不会像那个，不会像那个。相片钮在哪里？就是这个，对不对？对 对, 对，相片钮。对对对，这个轻很多，拿起来比较舒服。对。那另外一个呢？讲到这边呢，我想介绍给各位呢，就是说，你欣赏这些古董相机呢，我想除了你喜欢它以外呢，另外呢有一些呢我觉得值得呢跟大家介绍收藏的哦。那个导播请给这个镜头一个特写哦，大家注意看哦，这些字呢，上面这些雕刻的字呢，你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那你绝对呢不晓得这些字是手工刻出来的。如果你用十倍的放大镜去看呢，哦，包括旁边这些字，这些都手工雕刻出来的。它不是打机器做上去的。不是，绝对是手工的。你如果用高倍率的这个放大镜去看的话，你会很清楚的看到，它这个字不是很整齐的。现在看起来是我们这样子看起来是整齐的，是很整齐啊，其实不是，其实真的是手工雕刻出来的。所以我常开玩笑啊，那么这个相机啊，一个啊，我们现在大概在网络上可以买到呢，大概一个大概三五千块。可是呢，现在我想一个呢10万块要叫拿走，可能都做不出来。哦，因为现在可能，我想因为这么发达嘛，不可能再用手工去做这样的雕刻。我想觉得，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技术了。我想，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欣赏这些古董相机呢，那我是觉得呢，以前人的智慧呢，其实是不输现在的人。各位想想看哦，像这一般的这种早期的相机呢，它的那个快门的速度呢，从 B 一直到可以到1/1000。那现在大家觉得说1/1000觉得好像没什么，可是呢，在那么早期，在70-80年前呢，1/1000秒的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它既然可以用机械的方式把它做出来，有1/1000秒，所以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所以说欣赏这些相机呢，我想呢，除了你喜欢它的造型啊，喜欢各方面以外呢，对对对，我想这一部分呢，也可以是你去思考，而且让你更喜欢它的这个理由。那这里面呢，哪一台是比较老的？年纪比较大的，我今天带来了这个呢，应该是这一个，看起来就很厉害。对，它这个可以给镜头看一下，底片是5×7的底片，5×7的。那可是这个也进不到用胶卷的。那么它这个相机的特色在哪里呢？就是说它这个相机的机身呢，它是木头做的，这个部分，对，它这个是木头做的，看起来像是皮，但是不是，是，它外面再包了一层，对对对，做用木头做了以后呢，那么再用这个皮呢，把它包覆上去，在皮在上面，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收起来的吗？是，这个折叠的地方，是因为它。可能因为这个相机其实太大了，那它为了携带方便呢，所以它设计成这样子。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想欣赏古董相机呢，各位可以看看这个将近100年哈。哇塞！你看它100年了。看它这个镀的部分，电镀的部分，你看看到现在都还是亮的。对啊，看起来不像。那么这个呢，我想我们可能要感谢呢这些原来收藏相机的人。我现在呢，对，我现在是在台湾呢，我一直放在那个黄潮箱里面。黄潮箱。那因为在国外呢，在欧洲、在美洲呢，甚至在日本呢，他们因为
气候的关系有这个条件、嗯，所以说他们台湾就比较潮湿，对，我们这边相当潮湿，所以说这个相机呢、嗯，就算你不用它不动它，你放在那边三年五年了，我想这个相机都报销 了，一定报销了。那我手边这些相机呢，有一个特点呢，就我所有的相机呢，除非你找不到它的底片，如果你找到底片，每一部相机都是可以拍的，哦，都是可以拍的。那我想我现在把这个把它收起来的情况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应该没有看过这种吧？哦，它收起来是变成这样子，好像一个便当盒，很像一个，对。所以说相当的好携带，哦，而且这样也不怕受伤。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其实呢，收藏这些我刚才提问了，要感谢呢这原来收藏的 人，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哦。这个应该是在1906年，这个相机它的底片是从哪边放的？是这个是从后面，后面，对，这么大，这个底片一张是这么大，这个大概是拍八张，一剪是八张啊。这个底片是这个规格是比较特殊，这底片我也没有看过，真的假的？是这样的底片我也没有看过，就算有现在应该也超贵的吧，买不到，应该买不到了，应该是买不到。那么再下来呢，我想介绍这台，介绍这台，这一台是大概也是大概六十年左右，借我看一下，大概也是六，我觉得，它好轻哦。它长得很像消遣笔记，大家有看过消遣笔记吗？还是只有我看过？就是它很像消遣笔记，对对对，嗯，塑胶的吗？这个是叫赛璐珞，它当初在赛璐珞，我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样的化学材料，嗯，不过就叫赛璐珞，可能是早期的感觉了，是早期的塑胶了，哈，感觉是早期的塑胶，不过它这台年纪也很大嘞，这一台也大概70年左右，那么这一台呢，就是可以说是相当原始的叫照相机。怎么讲呢？我想照相机它的构造呢，第一个它的镜头，对，第二个它经过它的暗箱，然后后面是感光的部分，嗯，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是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原始，哦，各位看一下，哦，它的构造就只有这样子就没了。对对对对对，这个底片塞进去以后，从这边抓，然后来这边，然后这种底片呢，是你一面剪呢，你要看后面的数字。对对对，它后面有一个洞，哦，在这后面有一个洞，有一个红色的洞。嗯，那么你洞了，你要看底片上面的数字呢，就是我刚才给各位看的这种。它是用飞卷的。对，120的。那上面有数字。所以你要注意看第一个箭头，啊，第二点点点，那，啊，这边都出现一，那就是第一张了。你要开始拍啊，哦，这个是第二张，这个是第三张，哦，那你自己要看，要不然你等下转过头的话，就没了，就会损失一张底片了，哦，所以说这个是相当原始的一部相机。对，啊，这个看起来呢就是。我个人啊觉得感觉非常好，就是古意盎然，嗯，古意盎然而且我觉得它长得很可爱耶，对对对对对对对，啊，现在这样的相机保留下来呢应该数量也不多了，像这样的相机可能数量也不多了。各位可以看看它的设计，你看多简单，像这个扣环也是只有这样子，它没有太多就是机械的样子。对对对对对对，非常简单哈。而且那我要从哪边是它的观景窗？观景窗在这边，从这边看出去。它里面正常不是都从后面吗？对，它现在它从上面这个透明的，所以说是相当简单的，对。超酷的，像后面有个斜的，好像潜望镜的东西，啊，你从这边看，就是镜头就从这边出来啊，镜头是另外镜头，所以你看的呢，哦，我刚才有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呢，
以前照相很辛苦了哈。对，不像现在就是很方便啊，你要对焦啊、测光什么都很方便。对，他都替你弄好了啊，这些呢都是要自己自己来自体会，对，自己感觉，对。所以以前会拍照的人是真的很强，因为现在太多人都会拍照了，大家都可以用各种方式把照片修好拍好。不过我这样讲了哈，是。那么因为以前拍照比较不容易。而且这个也比较贵，对啊，底片也比较贵，那大家比较珍惜，所以拍一张照片呢，就是说会想很久啊，对，会构思要慢慢的想说我现在怎么拍拍的比较好，而且呢，拍完以后还有一个期待，因为不会马上看得到，对，经过冲洗以后呢，可能两天三天以后才会看到照片，拿到照片，所以当初呢就才知道自己拍的好不好。这个拍照也变成怎么讲，就是说大家一个联络感情的一个方式了哈，交流嘛。我记得我们早期呢，尤其那时候出国的人呢比较少，对，所以出国是一件比较不容易的事情，对，所以大家比较珍惜，所以出国。回来以后呢，那么底片呢变成大家一个，照片呢变成大家一个联系的一个牵引的，就可以分享给大家看。对，我去了哪边，然后有照片回来给大家看。对。啊，现在因为比较容易了，所以这一方面也大家也觉得也比较平淡了。对，变成这样的，就是大家随便都可以出国，然后照片也都很好分享。对。现在的手机啊，很方便了，随便出去一拍都1000张、2000张。我想以前可能没这么容易的。对啊，因为一张底片都这么贵了。对，不容易。而且还有一个事情，以前出国人啊，带底片啊，很怕去过那个海关，因为海关它有 X 光嘛，哈，会过不了吧？不过 X 光的时候，他怕他会曝光。就报销了啊！对，底片会报销。对。我觉得我以前好像也没碰过这样的事情，不晓得这是传言呢，还是真的？你过了那个就会报销，海关的 X 光机又会报销，这个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对，没关系，就让他沉迷。就反正有经过那一段，有经过那一段。我看有网友就是也有用过120的底片，现在还买得到吗？现在还有，不容易，对不对？还好，就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呢。我记得在巴德路有一家叫巴德路那一家叫什么东西啊？忘记了，一直想着，不，他是以前专门在替人家冲洗照片的。现在好像还在，现在还在。那么有几个网络上面，我觉得应该还可以买得到。网络上面好像现在一剪好像也在150块左右，就一没有我想象中的贵。还好，还好，应该还好。现在有一个现象是很奇怪，这种120的软片呢，照我们过去的经验是彩色的应该比较贵，黑白就便宜。现在反过来，黑白比较贵，黑白比较贵，彩色的反而比较便宜。可是那这个是一般相片馆都可以冲洗得到吗？因为现在要冲洗这个要有特殊的地方，我想不容易，应该台北市我想剩下应该是个位数了，能够是冲洗这样底片的应该是个位数。那135的比较好找？135现在是还比较好找一点，还比较好找。那现在有的人呢，甚至呢就是说买这种过期的底片的，其实也可以拍了哈。它上面是有那个爵士吗？巴德路的啊，爵士，对，叫爵士。你很厉害，专业的。对。那么我再下来呢，我刚刚看到这台，我觉得它超可爱的。这个是玩具机吧？这个是超可爱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相机真的是对，真的，它当初就是可能就是特别设计叫迷你机的哈，它为了这个相机也特别做了一款底片的，那个底片的规格呢，我讲不出来，说实在话，没看过吗？对，我没看过这种底片，这种底片的规格是比较特殊的。这超小的台子，我超想要的。这个呢，它的。底片的方式呢，跟刚才这种120的底片呢是一样的，是用这种后面有一个窗呢，有一个小窗呢，那么你看数字的，那么才过片的。对，那大小呢，我看跟这个
刚才135的，这135的好像比135的还要小一点。对，这个是特别奇怪的。那因为其实买不到，对不对？对，那我想这种相机也不可能就是说生产的数量太大了，因为我想因为它底片的规格特别奇怪，所以要买的话可能也不容易，不容易买。所以这个我想啊，也不是怎么讲，就是说很明智的设计的，就是说。一般你要设计东西的话，我想要适合大家比较大家能够用，对对，能够接受，对对对。那它规格奇怪的话，那么也就是用来收藏吧。对对对。那我想呢，提到这个底片很奇怪呢，我想有一个最奇怪的是这个，对，这个超薄的，而且它很轻。这个看起来感觉呢？好像有一点像现在非常现代的数位相机，啊，其实它是传统的底片相机。我们让他们看一下侧面有多薄，这跟一般看到不太一样。跟我们现在的手机差不多这个样子，如果拿在手上跟手机也差不多。对。那它这个底片呢，更奇怪了哈，这个寿命呢，我想不长了。这个当初这种底片的相机呢，在我印象里面好像没有超过10年。嗯，从开始生产一直到它下市，我好像没有超过10年。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它的底片的设计是这样子，很像一个硬碟。对，嗯，我可能是硬碟的前身吧，我应该是啊，它3.5什么硬碟的，它可以拍8张，你看它就是这么大，只可以拍8张，它里面是个圆盘，里面是一个圆盘，圆盘型的，对，然后你那个拍过一张以后呢，它这一个应该是自动，应该是自动的，它里面有电池，可是呢，它这个电池呢是一次性的电池，它还不能换电池。所以说你这个电池死掉的话，可能可以拍个极简，然后拍完以后这个相机可能就报销了。哦，不过可能这个我想当初呢，这个也是它也很不实用，对对对，也是算是一种消费型的相机啦，所以可能也没有考虑到。可是它，我觉得可能用了很多的精神啊，或者用了很多的力气呢去设计这一款相机出来，可是呢效果并不好。那我想呢，谈到这里呢，这个是柯达的，柯达 Disc 4000哦。嗯。那么这种柯达呢，我的感觉呢，那么在早期呢，在软片的市场呢，它是我想它是一哥了哈。一哥。对，因为早期的话，软片呢，我们想大概日本呢生产的是蛮多富士啊、Konica 啊，还有樱花等等哈。嗯。那么柯达永远站在就老大哥的位置，因为我们当初呢，我们家开过照相馆，那时候有卖过软片，对，所以那时候的软片呢，柯达都会比一般的这个日本软片呢，都贵的蛮多的，嗯，都贵的蛮多的。可是后来呢，我们晓得柯达它也收掉了，对啊，也收掉了啊。当然，其实呢，大家要晓得呢，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呢，这个柯达呢，第一个发明数位相机的厂家是柯达，是，可是后来发展呢，变成其他超过他了，对对对对对，尤其日本这些厂商呢，相当的厉害，所以说呢，这个柯达，我想，这个可能一方面是怎么讲，就是说他的策略呢，经营的策略不对，或者是怎么样，才会有这样的情形。好，那我们来看看下一台。好，下一台就是我刚才这台超像。有给各位看过的，我刚才有提到的哈，这个是日本的美乐达的这个110的相机哈。那么110呢，早期呢开发的时候德国呢有一部分我今天没有带来，大概就是比较高阶的呢，也有这样用110软片的相机。不过做到像这种用单眼的方式做的呢，我想应该很少，应该很少。我看到刚刚有很多朋友在问110，是大家都有研究吗？为什么都知道这么多？很厉害。我想可能就是说今天呢我来的目的啊，我也希望呢是不是有一些同好可以交流。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蛮孤单的，蛮孤独的。我刚才有提过呢，因为
不晓得是因为起高和寡或者怎么样，真的是很少遇到同好了、嗯、有没有同好？赶快留言告诉我们，聊一下嘛。对、啊，间谍相机、啊，有人说这是间谍相机吗？哎、欸，对，真的假的？我跟你讲哈、你好厉害哦、喔這個！我不晓得你这么厉害。这个这个是日本他做的比较精密，就要让他的画质比较好，所以说做的特别精密、嗯。要不然在德国的话呢，我今天没有带来的美乐时的相机呢，就是说做的呢大概也像这个，大概只有这个二分之一大小，这么小呀？那个对，它叫间谍相机的。的意思就是因为它其实放在手上可以偷拍，对对对，早期可以偷拍、啊、早期能够偷拍我想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对 啊好厉害哦，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来看看这台，这接下来这个是最普通的，我想最普通的应该很现在还买得到，现在我想应该还有，搞不好还有很多人在为了要尝试一下拍这种底片相机的，那么会买这一款，所以这个很适合新手来使用，对不对？这个是绝对的，这个因为早期呢，我们提过了，你要拍一张照片呢，包括你要考虑的是有它的速度，对，它的光圈，对，还有它的焦距，啊，这一种东这个呢，其实就是它号称全自动。全自动的，所以不用自己手中过底片。对对对对，其实它有一些感官的东西在这上面、嗯、所以说它你如果固定速度，你可以固定速度，那光圈让它去决定。嗯。你把速度固定在1/100秒，然后光圈它自己就会去决定。嗯。它的当下的光线好不好，它自己会光圈会伸缩，所以也算是相当进步。不过这个。拍起来的画质不会特别好，就是一般，大概就是这种怎么讲？就是我们平常的，就是旅游用的照片、嗯，大概可以交代而已。那要真的拍得很好的话，我想这个比较呢没有机会。嗯，我看有网友也有用过，是不是？这台很省底片，对啊，因为它可以一次拍2张，对不对？对对对，可以一剪可以拍72张。哇哦，真的很省底片。好，那再来，你刚刚有跟我介绍到他们有自拍定时的功能，是这个吗？自拍现在是没有，有一些小配件，我觉得超厉害的。我今天有带来这一个呢，是我们早期呢因为它这个相机呢。没有，怎么讲？就是说以前没有办法定时，没有定时的，没有自拍的功能，所以说他做了一个这个机械式的这种自拍器呢。对啊，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完全是机械式的，超酷的。而机械式呢，它就是代替我们手呢去按这个快门。嗯，好，那它这个呢，可以就架在这个快门上面。好，来我来试试这一个。好。哦，这个是它的快门，这个是它的快门，啊，我们把这个架在快门上面，就用机器去帮你按自动，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摆在远方，然后人站好，它就会自己拍下去，是这样吗？对，好，我现在把底片上好了，然后我把它搬起来，好，各位可以看一下。酷的，咔嚓拍下去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嗯，就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是相当有趣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超酷的，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想可能还可以发掘很多，就是说像类似这样子的，就是说比较现在来回头去看的，就是比较怎么讲，比较很特别的东西，很特别。对对对对对对对。嗯，那以前他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立刻看到照片，是都是要怎么样测这些光线对不对啊？会不会太暗太亮？那么呢，我想呢，现在这些摄影的工作人员，我想现在大家都还在用呢，像类似这种的就叫测光表。测光表。那么其实呢，这个也是当初因为相机呢都没有测光的功能，对，所以大概呢出门的话也会人手一支。那设计的呢是相当精巧，这个还算大的，有的很小，就握在手上的几乎没有感觉。嗯，那这个也是
非常非常一般的这种测光表，哦，当然没有像我们摄影棚用的那么精密的，哦，可是这个我想一般去外面去外拍啊，哦，一般的生活照片的话，这个应该非常足够，另外我还有带了一个呢，就是叫测距表，量距离的测距表，对，这个呢就是啊，因为以前的相机呢它测距只能用目测，哦，你大概，啊，这个是10米20米，那你挂上这个以后呢，你可以先在上面呢，啊，把这个距离测出来，测出来以后，你再去调整你的这个啊相机上面的距离，然后你拍出来呢，就可以变成非常的准确。嗯，这个呢也是一个啊比较特殊的一个工具，对对对对对。不然以前真的要靠感觉。完全靠感觉了，完全靠感觉，所以。可是就是说你拍到后来呢啊变成你很熟悉很熟悉的时候，你大概一看啊，这个是3米，这个是5米，所以就大概呢就不需要用到这个东西。不过那可能要一段时间的训练了。那我刚刚有看到这一台灰色的，这个也很像录影机，那它是什么？这个其实呢，很像 camera 那种啊，是这个没有错，这个就是摄影机哈。这个是早期的这个8厘米的摄影机，8厘米的。那它呢？啊，有它三颗镜头，有三颗镜头。那三颗镜头是因为怎么样？因为当初呢，不容易哈，一颗镜头如果说要变焦啊什么，非常不容易，所以它干脆把它做成三颗。这个很像，就是有一些会架在手，现在那个 iPhone 上面，然后有在卖的自拍，然后可以换镜头，没有错，没有错，没有，就是用这个概念的吧？没有，没有，没有错，没有错。好厉害！那这个呢？我想，相当不方便。所谓相当不方便呢，大概以前的这种八厘米的焦点呢，一个焦点大概顶多拍个6-7分钟而已。只能拍60分钟，对，不够，所以变成了以前的人呢，在拍这种八厘米的时候，变成非常省，因为它底片很短嘛，对啊，所以会变成了跳来跳去，然后一段一段的路，好像在扫地，对，哇，赶快赶快，我要拍多一点，所以拿着呢，就到处扫，扫很快，结果后来呢，看了就头晕了，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经验也比较少，所以说其实呢，这个。说实在话了，我的感觉了哈，也没有这么实用。8厘米的这种摄影机呢，真的是不太实用，最少要16厘米以上的，比较专业。16厘米可以拍多久？专业一点，那个可以很简很大的，大概500尺左右的那种焦点，啊，这个也是很严实的哈，这个是用那个花条的。这个是要卷什么的？卷花条。这个剪花条吗？对对对对，它的胶卷。剪花条以后呢，然后你就可以拍了。这些真的都好复古哦。八厘米是不是以前拍电影用的？应该不够吧？只有6-7分钟的话。对，这个是家庭电影了。家庭电影。对对对，你去外面旅游啊，干什么回来的话，就会晃着大家看。纪录片。对对对对。很适合。我记得我们早期呢，也有曾经。就是说有些同事啊出国去玩啊，然后拍回来了，那就让大家看，可是看起来就跟你刚才讲的扫过去啊，糊糊的，对对对，乱七八糟，看起来也没有感觉怎么样，反而是照片来的比较实在一点。我觉得我们很多网友是不是都透露自己的年纪啊？因为很多人说他们听过八厘米这个电影，这是其实是都是家庭式的了，家庭式的那如果有这个同好呢要交流的话，我这个八厘米的这个摄影机呢，大概也有10来部了哈。哇，这只是其中一部而已、哦。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要带的话，其实也蛮麻烦的。很多。对对对对对、嗯。好，那我们还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呢，我今天呢，就是说比较有趣味性的东西跟大家介绍。我刚才。一直在提这个底片，因为底片毕竟呢，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距离比较远。对，因为现在都是用数位化的时代。啊，像这个呢，就很特别的呢，就是说它在那个过片的方式。我们刚才有提到呢，用卷的，用卷的，对，啊，这个花条的，对不对？啊，这一个呢，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呢，你不会，你找不到它过片在哪里，过片感在哪里？我猜猜看。好。这个吗？
那个是快门。快门，这个。应该这样讲啦齁。应该第一，大家的感觉这个应该是快门键啦，其实它这是它的扩变感。这样是过、哦、过一张照片，对对对。这个是快门。哦。这个是扩变感，这样是它在过一张底片。所以这个设计呢，会不会不小心按错？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啊、哦。它这个如果你要拍的快一点的话，嗯，哦，为了抢时间呢，如果我要拍的话，我想这样子是应该是很快的，很容易就手。对。就左手一下，右手一下，对对对，可以拍，可以很快拍很多张。嗯。所以这个相机设计啊，这个相机也比较特别，它是，刚才。我说的这种135的底片，可是它拍出来呢是四方形的照片，正方形的，正方形的，对对 对。我以为是4x6或3x5的啊，不不不，这就是正方形的底片，这个是也是它比较奇怪的一个。现在大家最爱用的正方形，Instagram 啊或者什么都是正方形，我自己也很爱用正方形的拍。哦，这样子啊，对，那就没有左右的问题，也不用再转，就不用去对它的构图，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另外这个是也蛮精密的一个照片，这个长得超复古，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侧面。胡伦达比较后期的这种叫做蛇护士的哈，我们刚才这几个呢，就叫蛇护士的相机。蛇护士，对对对，所谓蛇护就是它这个暗箱呢，就是用纸做的。这个暗箱。对对对对对，纸。它是纸。纸做的，我以为它也是皮耶、欸。不是纸做的，纸做的是比较滥用的纸。这个长得超漂亮的，超漂亮，而且这个相机是蛮精密，在当初呢，也是算是高档的相机。嗯，哦，这个大概我感觉得到它很高档。这个大概在那个欧洲的话呢，这个号称是贵妇在使用的相机。贵妇会拍照吗？会会会，她出去其实也蛮时髦的。嗯，当下如果带一个，当配件。对 对, 對。如果是我就当配件。它上面这些就是数字是用来做什么的？哦，数字、啊、光圈吗？也是光圈、速度都有。哦，这一个的我看它可以到它的速度可以从1秒 V 快门。一秒然后到300分之1秒，这个也已经相当先进了。好，这一段我就不懂，那就交给那个各位你知道很厉害的你们好不好。蛇腹哦，我刚刚以为它是蛇腹，是蛇腹。蛇腹，对，蛇。欸，邦你好厉害哦。是同号吗？北北很需要人家跟他一些交流，等一下我们留一下资讯好不好。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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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腹好不好，大家学到。再下来呢，我们今天我想以气味为主了哈。上面在转的那一台是什么？我想先介绍前面那一台。都可以，我想这一台也可以。好 ，OK。它很厉害，它有这是放大的吗？这个。这个就是它的观景窗了哈。是可以拆的。它的观这个可以拆的，这是它的观景窗。那这个呢？这个就是它的气味之一，这是它的那个过片感。过片长这个，对 对, 對，我以为它是快门。刚才这个过片是从这边的，这个从这边的，对啊，这个过片是这样子的，它这样子过一张，它的快门在这边。哦，大家看得到吗？我们测这个是胡伦达的相机，这个在当初呢是相当高阶的相机。这个是它的过片，对，對對，这个小颗的是它的快门，对对对对对。就这台好酷哦。而且它更扎实了一点。对，这个重相当有分量。对啊，相当有分量，相当有分量。然后它的镜头很像现在的可以，现在可以换镜头那种，它是可以换的吗？不能。这个是不能换的。这个不能换。这个是不能换的。可是它，在当初是相当高阶 的，相当高阶的一个照相机。这台大概几年了？这个也有60年左右，也有60年左右。60年。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呢，各位可以看看呢。它上面的这些六十年的这些东西呢，该亮的地方它都还是亮，还保存的超好的，还是亮的，对对对，看不出来有60年。这个相机呢，当初出来的时候呢，大概如果是价值的话，应该是在台币3万块左右，应该在台币3万块。可是现在这3万块，你不可能买到这一台啊。不晓得啦，我因为最近呢，我也比较很少上网，比较少上网去看啊，这个在。
国外我想 eBay 上面呢 eBay 应该还找得到。对对对，应该各位可以去看看。我想eBay 上面的相机呢，毕竟我们台湾其实在露天跟雅虎呢上面可能也有，可是我想比较少吧。我想数量是没有很多的哈、而且就是说品质呢，不，它品相呢可能不是很好，不那么齐全。那么各位如果对这种我称它古典相机的哈，我不叫它叫古董相机的。所谓古董，应该我的认知应该是100年以上的才叫古董了。那么、這個、所以可能今天只有一台可以称之为古董相机，對對對對，只有这一台。那其他的这些呢？我想在70-80年呢，我姑且称它叫古典相机了哈。所以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我想可以从这个网站呢，或者到 Google 上面去呢、去看呢，我想这些相机呢，应该是都有呢机会可以看到哈。今天我介绍的这些呢，大概都会看到。另外呢，我要给各位再介绍一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过片方式。比较奇怪的。对。它是不是很轻啊？这个还好。它也是很扎实哎。对。各位看到这个德国相机呢，它的设计呢是，它比较圆。比较圆。以外呢，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的简洁哈，它的设计非常的简洁、那各位呢，怎么找都找不到它的过片感，前后左右找不到它的过片感，这个是怎么办？特别奇怪的就是这个，它的过片感在什么地方？你想想都想不到，它在这个外圈。它是可以动的。这样转一下就是过一张底片。它可以动的、这个相当有趣的哈、这个设计实在是像，我觉得它设计这样子也不太方便的，说你在照相的，因为不好拍啊，对啊，不是啊，你，我觉得也不太顺手吧。不过这个相机是，德国相机是相当好，这是以前东德的相机，真的都保存得非常好、非常好，亮晶晶，该亮的地方就亮。它是比较有一个聪明的地方，就是它这个是一个镜头盖，对不对？可是拿出来以后变成可以变遮光罩。我帮你拿，这好厉害，好聪明哦。我以为它只是单纯用来做它的保护盖的作用而已。对，虽然这么早的东西呢，可是我们觉得它就非常有设计感。对啊，它呢相当有设计感。现在拿出来的话，我们不觉得它是古董。对，跟现在的其实很像现在会做出来的商品。对对对对 对, 对啊，设计的相当简洁，你看起来是很、怎么讲，就是非常舒服，拿在手上呢，也感觉也非常好。好，那因为我们剩下5分钟，我想看一下有没有网友，如果你是我们的忠实观众，然后你也很喜欢这些古典相机的话，赶快来跟我们交流一下。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相机你都怎么做保养的？除了放在防潮箱之外，要怎么样做保养？我想是这样子的哈、你总是偶尔呢，一定要把它拿出来玩一玩，动一动的哈、一直在防潮箱也不是办法，就真的只是收藏用。对对对对，偶尔就拿出来了，把它动一动，过一过片，该扩，对对对对，按一按快门。对啊，其实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以前呢。怎么讲？就是说这些东西的设计出来本来就是要让人家使用的。对。那你如果能够，就是说一方面使用它，那一方面呢也保存它，我想呢，这对自己来讲呢，不管你是在兴趣也好，或者各方面，甚至呢，我还想说，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投资啦？是，我觉得一定是、可是我是没有这样想过的，我纯粹是兴趣的，纯粹是兴趣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冷门的东西嘛，所以说我说不会啊，我看大家讨论的很热闹不会啊，我觉得说接到这个通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有人看吗？不会的，这样的节目有人看吗？我们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这种东西。那有人问说，放在防潮箱，我们大概多久可以拿出来玩它一次？你平均都多久会跟他们见面一次？我想这样子的哈，也无所谓是多久的哈、只要你兴致来了，这3个礼拜，
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两个月都 OK 了哈。其实因为这个东西当初设计就它的机械结构啊什么各方面都太好了，其实都很好。我刚才有给各位看嘛，像这些电镀啊什么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那你真的都很漂亮。玩完了以后呢，稍微用个干布呢把它擦一擦，不要让它上面有水分。对对对，那就比较不容易生锈了。黄巢香，那我想也 OK 了，因为这些跟我呢有的也是三四十年了嘛，哇，三十年还能保存这样子，很厉害。我这些也没有特别挑过了，就是说今天。我看到谁顺眼就带谁出门啊，也不是，我今天主要要跟大家沟通的，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有趣的，然后因为毕竟，一般我们平常的人呢，如果说你本来讲很专业的东西哈，对，讲很这些历史啊的，不是我就一定是听不懂，没有兴趣啦，没有兴趣啊。最起码我想今天如果有看我们节目的人呢，我想大家可能会觉得，会不会勾起你的兴趣？我觉得会来加入这个行列。那我想开始并不难啦，哈。开始的话，我们要从哪？你刚刚说这两排对不对？对，这两排入手可能会容易一些，比较简单一点的，对对。半格机，让你有信心，对对对。这个而且很省底片。像这个理光牌的这一台呢，我想这台买得到吗？现在应该还有，还是我记得不久前我在好像在雅虎上面还有看过，大概在3600块左右。这么便宜？是不贵。我常常讲哈，你买一个相机呢，不只是买到这个相机，你买了一个历史。我以为它超贵的。好，你买到一个历史，你想想看，这个当初设计的时候是经过多少人的这种劳力之激荡才做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而且你拿在手上呢，我想这种感觉呢是一定非常特别的，真的会觉得自己变得很高级，很有智慧。那再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一台是你就是最喜欢的、最有故事的？我想呢，最印象深刻的。其实每一个相机呢，都有来讲都有它很独特性的，都有它独特性。比较难入手的有没有？就是你要找这台的时候找超久。也还好啦，也还好，因为我大部分说实在话，我没有特别的，好像我在网络上面去看到了，有很多像日本人呢，大家晓得日本的那种很龟毛的精神的，他们是在收藏相机，不像我这样子这么杂。他比如说很专一的，我一定要拿一个厂牌的，然后哪一个厂牌呢？所有的系列，比如 A 系列、B 系列、C 系列，它都要有，而且要完整。我这个就很难过了。对，我少了一个就不舒服。我是比较随性的，我看到喜欢的，或者什么，你像这种相机的话，根本没有价值。因为用不到了。不是说用不到，这我看起来是没有价值，因为它的构造也好，或者其他各方面的，我想这个新不新、旧不旧的，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它很特别，它有一个历史价值，说，也有经过有这种底片的时代。对。我想呢，在经过可能30年、50年以后，我想人家连想都没有办法想象。就算我想你也可能没有看过，完全没有想过有这样的底片的相机。有哪一台是里面最贵的相机？100年那一台，对不对？最贵的我现在没有带来，因为还有很多就是比较高阶的零后服啊，那就那种就是以前叫商业用的，比较大台的，很大台的那种相机，我没有带过来，那个是相当值钱的，现在为止还能够还很有价值，那个镜头是非常棒，那拍出来的照片真的是现在的那个数位相机是不是不输给，一定赢过超过我们现在数位相机表现出来的这些画质。好，那最后啊，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更多这些相机的资讯，我们可以去哪边找得到？你都怎么样找的？我想这样子好的，就透过我们这边的8913333这一支电话，或者经常呢，我想联络我们那个 Lifestyle。好好，可以在我们上面留言，你也可以得到我们更多的资讯。对对对对，了解。
好，那如果有更多想要知道的资讯呢，都欢迎上来留言，然后跟我们的黄北北多多聊聊，交流交流，不要让他觉得太孤单。那今天是情人节，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我们明天有亲子的东西可以介绍给大家，如果你是妈妈、是爸爸、有小朋友的，一定要记得锁定礼拜一到五晚上9点到10点，欢迎锁定我们 Lifestyle 生活方程式，试过就知道。我们明天见。谢谢你的收看，谢谢 bye bye 谢谢谢谢谢谢，下次见。